上一次表演的时候是demo 仪的首卖会的时候在那边表演过，然后其实这段期间我们也没有闲着，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在做新歌，然后在为下一张 demo 片做准备，然后这段时间也花了蛮多，就是进了练团室，就是也没有闲着，一直在想哇那怎么编啊，那个听起来蛮不能乖。好，来下一首歌。人家是真的Yeah.